长发飘逸、身材纤细的女乐手在台上演奏萨克斯风，而她就是被卫生局公布的案24795，堪称最毒女乐手。高级水晶吊灯、时尚密闭包厢，这间没有暗号进不去的私人会馆，就是女乐手的工作地点之一。卫生局公布女乐手出入地点，通通很高档，烧肉店、百货公司、VIP 室、芭蕾俱乐部，更在五星级饭店举行。出席的人，小开企业家、地方人士，恐怕都很挫，就怕被扩染。我们总共框列了61个相关的这个意调追踪。那当然，这是以时间赛跑的事情。最毒女乐手一传六，是否即发简讯呼吁足迹重叠的快来筛检？另外，汉神巨蛋一度传出3月28号有确诊足迹，连锁餐饮店30名员工遭框列，要筛 PCR。因为高雄市政府这边公告是说，我们这边是不用去筛检的。女乐手 CT 值12.8，病毒量高，高雄、台南来回爬爬灶，连台南市长黄伟哲也被框。但要是其他高档人士没有落实10连制，恐怕疫调困难，女乐手染链恐怕还会持续烧。记者黄顺阳，市五 SNG 小组高雄报道。